看清楚了，什么叫做快啊？快就是进步，进就是快。看清楚了啊！林彪投降，开启连载战。还恶心人，这个对手还恶心人，给我赚鱼币，哇，又恶心人，你知道我是疾风大师，你以为这些东西难倒我？我有眼睛好吗，大哥？我只要有眼睛，那些东西就不可能弄死我，不可能。没想过吧，很多封印齁，没想过吧。冲浪小黑给他滑起来，我还特别合了一下小黑的套装哦，想说加点玩一下，加点玩一下。练张图哦，欸，对面那个小黑看起来没造型哦，有点菜鸡哦。认真玩应该是编这三张啊。那个陷阱流，那是上一次大家等级都很低的时候，现在真正的人都不会等级那么低哦。瑞想进百强吗？没有哎，没什么，来练图的而已。因为很久没玩这个危险了，今天这是我第一次跑，我好奇我的危险图跑怎么样？来看一下哦。在这里，哇靠，出事了阿贝，还命点都不见了。太久没玩哦，人没了，人没了。主播别搞的可能性不高哦，主播不搞就不叫主播了。我还要用我的记忆去想起来要怎么跑。等一下哦，我有点忘记要怎么跑了。嗯？是这样跑的吗？其实我真的忘记这要怎么跑了。好痛！钱袋，太久没玩这张图了啦，这什么鬼 ？OK， 搞定。我们直接一滴血给他加他做人哦、喔，不开玩笑，还敢嗡嗡嗡啊！我开冲！蚊子呢？完蛋了，我剩一滴血了。对面敢不敢按一下驱散啊？救救我！我人要没了。OK， 搞定，搞定，出去了。稳稳稳。走路流。赢了、欸！哇、啊，好开心，竟然可以赢！不用加油了，对面自己死掉了，好奇怪。怎么可能慢？主播就一个字快。什么事情都是快，快，对，快，看清楚了，什么叫做快啊？不要啊！我太早出图了，我不应该那么强的，我应该慢一点出图的啊！失误，下一次知道了，祝融美好之前不能出图哦，太危险了。那也没办法，好，开始了，看清楚了，这场不会再失误了，看清楚了。看清楚哦，看到了吧？这个技术，这个 skill， 这个鬼之跑速，这个完美的钻洞，完美的肉甜袋，完美的吃雷盾 ，OK。
这么完美的跑图去哪里找？轻轻松松就一束。哎，我这边可以蓄力吗？祝龙，拉两根，三根，哎。没事哦，我们用新台币碾压对手，不要怕哦，不要怕哦。舔眼是实力的一部分啊，舔眼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看到我这个新台币的力量了吗？通了一把武器，我还是打爆他的输出哦，那也没办法，那也合理啊。知道，他不会躲火龙，好臭的铜臭味啊！这个我们可能要炸还没卷轴哦，没事哦。基本上以我的眼睛是炸不了还没卷轴的，能炸的都是傻屌。这大点速度也太快了，等一下我不太舒服，心态不太稳了。我那个是为了炸那个棍子啊，那个棍子被炸掉了，有钱拿哦，有钱拿哦，有钱拿哦，那也没办法。脸好痛，没事没事，很稳很稳，我们一棒到底一棒到底。那个是为了炸钱啊，炸钱。OK， 哎、欸。那也没办法，失败也没办法。谁叫椅子主播玩的不好？我刚才就全权都交给他了。哎，我之后每一场都……哎，这个好玩呢、欸！我每一场都破釜沉舟了，破釜加愤怒，每一场都用了。我们看哪一场我到底可以把它跑完，好不好？破釜跟愤怒可以叠加，可以啊，肯定可以啊。叠了又叠，叠了又叠，叠了又叠，我、哦、那攻击力无限高哦，很屌哦！建议你去试一下。龙又来了哦！哦，我们学一下，龙往下撞龙的时候按一下助龙，试试看。哎，别、欸，别，快点出来！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龙往下撞的时候，就是你按那个武器，就是你按祝融的机会，会了。祝融就是这个龙往下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按了。可以了，红的时候，你再刚好就可以打满了，打满了。懂了哈，懂了都懂了，懂了都懂了。感谢两姐，可以哦，感谢两姐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就看我们到底会输到第几名去，破釜屌哥到底会输到第几名去，我就看看。一名20%之外，哎、欸，很丑，很丑哎、欸。这个20%之外是真的很丑，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太行。我们小黑就是拿来找手感的、哦。没有人在认真打，对吧？我在练那个跑图的手感啊，不能买一起耶，一套买不起，那只能买半套了，买半套了。嗯，这话听起来怪怪的。洗头呢？搞定，舒服。要，躲开。对，哇，那个人好脏脏哦，这个人真的脏。哎，怎么还有？别脏啊，大哥！谁教你的？该不会是上三个月前的我吧？那谁教你这样子玩的？还没礼貌呢！做人要公平公正哦，破釜沉舟带起来哦，那还是真男人哦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路？认真啊，认真一把给你们看啊！这是以前主播跑那个危险图的实力啊！看到了吧？惊为天人的快、啊，故意都要拜倒在我的16级下，那也没办法。嗯，稳哦，788哦，
破釜沉舟，强力，按下去哦，一点都不痛。你们好狠哦！哎，寒冰卷轴呢？有没有？完蛋了！我这后面没寒冰，我不会跑。纸人，快点，纸人支起来，减伤，捡起来。哇！以前的实力就这，我已经忘记那个要怎么躲了，我是彻底的忘了，我跑不过那段路哎、欸，我的人永远都卡在那就死掉哎、欸，救命啊！好，我真的要最后一把认真了，最后一把认真，我们要教育一下最后一把对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我是瑞爷。我们先编一个破釜沉舟跟愤怒。可以吧？我说我一定会带破釜沉舟，但我没有说我不能变破釜沉舟啊，合理吧？这个没问题吧？啊，编掉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刚好编掉破釜沉舟，我们没办法带破釜沉舟，那没办法。瑞一，算你衰啦，瑞一。我懂，不丢拍狼，他一定吓到，哇靠！对面的人怎么可以跑这么快？好扯哦！然后瑞一，你这样子不战而逃是很懦夫的行为哦，瑞一，我要严厉的谴责这种人的行为哦，懦夫哦，严厉谴责哦。对面的人真可怜哦。被他遇到难得一见的跑图之鬼哦，也拉出一个三之间的距离哦，那也没办法。糟糕了，那我可能要炸寒冰，冰一波。我要炸一波寒冰，然后比他早出图。我才有办法打赢他。你这样子不战而逃是很懦夫的行为。我是瑞爷，懦夫哦。我哭啊！剪完不就更圆？好像有我的粉丝在说我变胖哎、欸，胡扯！说我变胖什么幸福肥，然后头越来越大什么的，好可怕。